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彰化县一位民众今八日将汽车停在中正路二段，牵车时发现雨刷下家有一张停车缴费单，仔细看竟然是遭别的车主把停车缴费单放在自己车上。网友对此怒道，公布车牌号码，民众在脸书社团彰化人大小事贴出停车缴费单照片，上头载明的车牌号码与他的车全然不同，停车地点是在中华路桥下，从早上9点38分停车到中午12点9分，共必须付出60元的停车费。 PO 文民众无故被人在车上塞停车缴费单，直呼想干嘛，并呼吁大家注意。许多网友知悉此事后都对这样的行为感到不耻，纷纷留言指出，丢垃圾桶当丢垃圾人，就公布车牌让大家看看是哪个丢脸的人类。我有遇过直接丢掉随风飘扬，报警处理，请车主出来说明，笑死，烧掉让他罚钱，他以为这样就不用缴了吧。